这里是西游记，我是 Ringo。 这次乐刚公路旅行，我们会从旧金山出发，经过 Redding 到 Crater Lake 国家公园温华野生温泉，然后到达波特兰。回程呢，我们会经过 Dunsmuir， 然后回到旧金山。这一集我们来一家叫做 Paxson 给的标本店。美国有非常多的浣熊，就是像老鼠一样，没有那么多，但是经常会在你家后院出现啊什么。但是我不知道这只是什么，这只是什么呀？那还有个小虫虫。这家店呢，我在旧金山的时候有一家跟这家差不多的店，就是里面有很多，就是各种动物的标本。这个是真的鳄鱼头哦，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you break you pay 吧。有一部电影呢，里面it is the dinner for schmuck， 就有一个人就专门把那种真的小老鼠做成很多，就是像什么在游乐场啊，大家吃晚饭啊之类的。小动物，请大家一定要爱护会动的小动物，还有大动物。拜。